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丁妹。以迅雷不及耳的速度来到了拉斯维加斯。去年我来美国的时候呢，在 Las Vegas 拍了超级多的影片，还没看过的人呢，看一下。既然都来到国外了，我要请在台湾的外国创作者帮在美国的丁妹点 Uber Eats。收到餐点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帮我点了什么。一整天呢，总共会有四餐：早餐、午餐、下午茶、晚餐。话不多说，马上来到明天的 Breakfast Time。嗨，弟妹，现在我要点你的早餐。我知道坐飞机去美国要很久，我怕你会太累。我先帮你点一个，评论很棒，应该会给你很多 energy， 我觉得很不错。然后最重要，吃的超甜的早餐。我在美国、加拿大的时候，早餐一定是要吃。Oh my god, the glazed donut looks so good. Oh my god, 好羡慕你哦！看到这个就想去美国了，天哪！什么都可以 ，maple chocolate. Oh my god, it's a paradise. 可以算就是上面的酱是什么 ？Oh my god, 真的好美国，就是要多甜。哎，如果你吃不完，你可以带一些回台湾给我，好不好 ？Blueberry icing, rainbow sprinkles， 再加 marshmallow， 再给你一个 glaze 来 ，glaze 太好吃。哎 ，maple 也不错吧？好像我都是点了我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希望你会喜欢哦。本来别急，我好像看到我们 Uber 司机的那个 Red Mustang 了。That's it? Yeah. Oh, thank you. There's only one item. Okay, thank you so much. 我看到了 Ada 叫你早上精神好的东西。Energizer Bunny Juice， 一定是要吃 Donut。哦，有两个，精心挑选的这个地方，假的埃菲尔铁塔前面吃他们送来早餐，这边有六个吧，怎么可能吃得完？真真，这是拉斯维加斯这边太热，甜甜圈有一点融化，这个 juice 感觉就是那种排毒喝的。嗯。Energized bunny juice， 我感觉就很 energizing， 奇亚籽就是会让你有饱足感，饮料是很酸很酸的，然后配上这个很甜很甜的甜点，它的那个糖浆都融化了，你看我这样啊，真的超吃 ，Marshmallow drink， 嗯嗯，哦，好好吃。甜的配这个酸的，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相比掉。接下来呢，要吃这个看起来很像是青苹果 ，key lime 跟 raspberry juice， 看来是 chocolate 的。它巧克力不甜，跟其他的比起来，我应该先拍一张素材。看两个口味 ，glaze， 这不太居然，最后一个 blueberry， 嗯，哎，这很好吃。这个跟刚白色的那个应该是我最喜欢的，所以这个真的是超级天才，完全解腻。龙哥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帮那个弟妹，人家在美国呢，我在台湾帮他订餐呢。我觉得我要帮他订那个好吃的呢，帮他点这个鸡肉跟牛肉的这个啦。这个 hot sauce 你不要给他带 hot 哦，可以喽。Please order， OK 了。好，弟妹，下一个，换我。慢慢吃哦。我拿到黑龙送我的午餐。不知道黑龙会订什么样的午餐，给白酱，还有一个辣酱，比较中东地区 的食物嘛，因为它上面有写那个哈拉。我觉得我要帮他点那个哈拉菜。然后为什么会飘在这边吃呢？因为待会呢每半小时都会有水舞 ，Bellagio 的饭店前面，大概十分钟后就会有水舞。我怕这边东西飞走，因为那风蛮大的。那两种肉，海番茄。鸡肉吧，这个看起来像是牛肉。希望他等下水舞的时候可以把音乐关掉。好吃，它下面是这个姜黄米饭，妹妹，好 Q 哦，嗯，好喜欢吧，薄薄但 QQ 的，肉也不会柴。不管是 Uber Eats 或是餐厅，我每次点到的东西都是雷的，没有口福的那种。你看把音乐关掉了，等一下
准备来欣赏。超大，我可能要回去慢慢把它吃完。特别喜欢这个饼皮跟它的那个白酱搭配起来，就是很有味道。嗨，大家，我是莫仔西，我是阿登，我们现在要帮弟妹点 Uber Eats。美国人很少会吃下午茶，我们要帮他订个，因为弟妹就是甜食之公主，想要挑战她的极限。美国人糖跟盐巴吃的一样多，我本来很怀疑。有人在吃这个吗？今天我们要帮弟妹点的是很美国的一个甜点，看起来超级巨大，好像是把两个甜点放在一起的。Yeah. 好甜，弟妹要好好享受你的甜爆的。弟妹加油！突如其来的业配时间，现在再出五分钟推出了多款甜品，一定可以让你满足想吃甜点的胃，疗愈你的心。首先是跟全家的联名，超适合炎炎夏日的小冰杯，有我们最高人气的棉被无墨绿跟日安红浓茶欧蕾两种口味，黑糖浓茶欧蕾拿破仑蛋糕五 mini， 香浓黑糖香气甜而不腻，每盒都附上我们特别客制化再吃五分钟 mini 餐。再来是再吃五分钟跟青鸟旅行的联名口味，是最高人气的棉被无墨绿，一盒里面十二条蛋卷，细心分装，随手就可以带着走。在影片下方留言处也有可以线上购买的连结，蛋卷优惠码也都一起放在影片下方。特别强调，台湾跟港澳的优惠码不同哦。我觉得我在大家印象里面就是很喜欢吃甜的，然后你看我早上吃了这么多 donut 也没差，因为cinnamon roll 很美国的一个甜点cinnamon roll。天哪，我一直超想吃 cinnamon roll 的，这个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！上面还撒了棉花糖跟巧克力酱，还有饼干脆片。嗯，你真的太会点了。很美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加各种很肥啊、很甜、浮夸的东西。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机场的那个 Peace Coffee， 我就点了一个 Cinnamon Roll。那个 Cinnamon Roll 真的，Oh my God， 干到不行！这哪里买的 ？Vegas 有这个东西？大家看到它 Frosting 吗？加好加满，哦，好甜哦，哦，好爽！吃甜的不免俗，来喝个牛奶。Oh my god， 人间享受。今天的卡路里应该已经超标了，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把它当做 cheat day。谢谢 Haley， 还有 Adam， 恭喜你们有宝宝了 ，so happy for you guys。太好笑了，大家，我又忘记拍照片，这已经是残骸，每次都吃到一半才想到要拍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姑一只这姑，我有收到就是弟妹的外送的这个企划，点 Uber Eats 的部分是非常有学问的。我有一个印象，我就问他你等一下要干嘛，他说他要去吃火锅。可是如果现在我点台式料理，哦，不好玩，不好了。他们选我应该是有理由的，我点我想吃的韩式。围起来，花虎回来台湾咯。最后一个来点他的饮料，是再睡五分钟的老板娘，市场调查一下，完美，我帮他点好了正餐，还有他的甜点，再加上他的饮料，赶快回台湾一起跟我吃韩式料理吧，安妞。晚上特别跟朋友借了他们的房间，因为就是后面的这个美景，巴黎铁塔以及 Bellagio 前面的那个水舞，在房间的这个部分呢，全部都能够看到。大概整点的时候，巴黎铁塔就会整个就是会闪闪发光。像这样子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晚餐是由小金来帮我点的。小金点超级多东西，首先呢，他点了一个饮料给我，看起来很像木瓜牛奶。哇、哦！
盒里面全部都韩式的小菜，泡菜、冬粉，然后鱼板跟那个腌黄瓜，这个是一个 package， 这个应该是主食，韩式乐牌肉啊，是韩式烤肉啊。饭的话我可能就先不吃，因为还有带。哇，然后它好像有加糖粉在外面，应该是饭后甜点。感谢小金点了这么丰盛的晚餐给我，有点像布丁奶茶哎，蒟蒻，它不是珍珠哎，它全部都是一块一块的蒟蒻，然后是珍珠颜色的蒟蒻，甜度很低，算清爽，焦糖布丁奶茶的口味，不是珍珠的珍珠。烤肉呢是那种有带骨的，那它筋蛮多的，所以有一点韧性，口味是好的。搭配一下它的香菜。泡菜很好吃耶，很下饭，真的很下饭。不是啊，小林，你是点的是四人份的吧？四个人才吃得完哎。撒了一点白芝麻，也没有用什么韩式的酱，应该就只是普通的烤肉，像是蜜汁猪排的感觉。腌小黄瓜，没有到很辣，但是没有泡菜好吃。第三个小菜，鱼板。鱼板呢，还是要吃韩国街道上正宗的鱼板最好吃。冬粉。冬粉没有什么味道哎，但是我记得应该有出冬粉，小金他们的肯定比这边的还要好吃。最后来吃这个，它这个好像应该本体是 corn dog， 但是它的外面呢，块一块一块的这个嘛，面包块的感觉吗？那还有给黄芥末酱跟番茄酱，先吃一口原味的，再看要不要加这个。那后面的水舞又开始了，会等于我们已经拍了15分钟了。什么东西？没有吃过哎，非常像是在吃吉拿棒，更软一点，没有吉拿棒的那个酥酥的那种感觉。它里面不是热狗吗？它不是热狗哎 ，potato mozzarella， 好奇怪的食物哦。这边是 cheese， 它马铃薯呢，应该就是外面这一圈。我个人蛮喜欢的，外面有砂糖的话，我就会觉得还不错吃。建议大家如果想要看到像巴黎铁塔，就是直接在你的窗外，就一定要住 Paris， 就跟柜台讲说你要看到 Eiffel Tower 的那个房间。好的，以上这支影片呢，就是请外国的 YouTuber 帮在美国的弟妹点 Uber Eats。这次非常感谢答应帮忙，早餐陆毅，午餐黑龙，下午茶黑莉，晚餐小金，谢谢您的帮忙。为什么要在美国拍 Uber Eats 这个企划呢？ Uber Eats 应该都点得到吧？没错，不要忘记我们的哥哥是今年 Uber Eats 的代言人，请大家多多使用 Uber Eats，Uber Eats 真的赞。OK， 那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那希望大家也看开心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